请收看《慧心世界》全民念佛。各位师兄，身体好，恭喜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今日是咱全民念佛的好日子。咱过去一年，咱的老祖甲咱叫咱爱全民念佛，来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。天灾永续，天伦永续。在去年一年呢，台湾是算足平安的。啊，这是王禅老祖的大慈大悲，甲诸佛菩萨的大慈大悲，对咱台湾的人民，善良的台湾人民，啊，有修行的台湾人民，一种对咱的鼓励。他对咱的祝福，这是天官祝福啊！好，今日是咱新的年度己亥年啊，开始全民念佛，希望各位十方善信大德、善知识。啊，每礼拜日下早时，利用这个十分钟的、到半点钟的时间呢，来专门念佛。大公无私的祈祷，一定会满大家的愿。大公无私的祈祷和念佛，上天会赐福给咱大家，家家户户平安。啊，那么咱今日新的年度，咱要全民念佛，要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、世界和平。风不调，雨不顺，国都不泰，民都不安，世界都未和平嘛。这是一个足简单的道理，但是呢，偏偏有人。这方面就无咧知识，无咧常识，啊，私心太重。人家讲啊，嘿，你是食菜人的代志啊，修行人的代志啊。咱拢唔知影讲，修行人是咧创啥呢？因是每一工咧为国修道，为民来积福呢。所以咱。嘛，爱学讲会晓为国来修道，为民来积福，咱就福报，就福气啊啦。所以今年我希望大家搁较认真念佛。在旧年一年无顺年，在过去百几年前无顺，变法造成。真济灾难，所以去年诶，我嘛是足担心诶。啊，一直叫你请大家共同来念佛，来祈求佛祖，啊，诸佛菩萨祈求王禅老祖，啊，来求天公、求佛，啊，甲咱加持，甲咱祝福，天官祝福。好，咱天灾永续，天运永续。
咱总是一年平平安安已经过去啊。今日开始咧，咱就来迎接到新的己亥年的平安。所以咱今年，我希望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大家发露恁的爱心，恁的慈悲心，共同来念佛，来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、世界真和平。这是咱维新圣教所有的弟子共同的本愿甲天命。啊，希望社会各界，咱大家有这个大智慧，共同来发出这个爱心。啊，在咱王禅老祖诶今年祖先，大家来发心来念佛，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、世界和平。那么安尼，咱家家户户咱就平安。啊，咱天灾永续，天温就永续啊啦。啊，世界就真和平。各位十方善知识，今年己亥年，啊，咱的易经卦，啊，都是天雷无妄。天雷无妄，叫咱爱谨慎，爱谨慎跟谨慎。啊，咱做代志唔通冲动。今年想低想拽，啊，你就一定爱做小心诶。啊，你要做啥代志咧？三思而后行，小可再加点气力，安尼咧，咱再求阿弥陀佛、诸佛菩萨、往生老祖，啊，赐咱智慧，赐咱力量，赐咱信心。啊，咱要做啥代志，咱就较袂定打去啊。所以咱无定大的本钱，咱无失败的本钱，吼、哦，咱就是只有着家己来自求多福，自己修行保平安。修行的原则，在家修行，免讲一定去倒去修行，在家修行时时念佛，你伫厝念五分钟的佛，你的功德嘛是足大的。啊，所以希望各位啊，大家共同来为国修道，为民来祈福，啊，为国家来祈求风调雨顺，啊，祈求国泰民安，啊，世界会当真和平啊。万灵归心，三归依寂寞。我佛慈悲，光降台湾净土林口大体育馆，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会场。今日今时，全民一心奉送大慈大悲阿弥陀佛，诸天圣神、佛菩萨、加持灌顶，中华民族列祖、列宗圣灵，心开意解。了脱生死，往生极乐净土，当下处时，愿我列祖先灵皈依三宝，以为本愿。
灵灯彼岸。看什么的有帅帅